老乡，晚上好，你是我的老乡喂，吗？都你冇是画哪面里啊！的哦？你不要说你是你睇广唔睇到西有的，画面啊？我难睇到道我我自己说冇的画是面嘅，我点是解？老乡？喂，你睇唔睇到你不要有跟我画说面是啊？湖南我的，睇到说成个是画面老黑晒乡。喎，咩事啊？你不要跟我说嗱，睇是唔到越开南声啊！我人再开啊，个啊！说我是你的老乡，那就不好了有哦。冇画你在面？外有面冇很画多面？人有冇画就面？误会我是依家开紧直播啦佢，但我见到我自己黑咗画面嘅，有冇画面啊？可唔可以讲声啊？我睇到我自己个直播系冇画面，哦咁啊唔理啦，有咩问题开声啊？吃饱了肚子哦，见到阿河马嘛系嘛？那就心情好一点喽。谢谢哦。不是吧？你证明我是人家的，你就说我跟你骂人是一样的嘛？那么好玩吗？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好可爱呀！用这个来证明我是杨戬，真的是真的好是，好笑哦。佢喺依间酒店啊！我有好几个平台喽。有影到佢啊，转头先 show 出嚟啦，好难整啊！依家有影到只河马噶，喺依间啊盈乐酒店这个啊！暖气怎么那么凉啊？翻嚟啦，河马指数依家系1000。加油！好的，收到了，谢谢啊，谢谢鼓励，我一定会加油的哦。系啊，深圳扮阳光啊！喂，佢唔俾我讲佢封律师信啲嘢，系咪有心噶你条友？后面有两瓶，那个小瓶子，小盆栽啊，小盆栽，小盆栽，看到了吗，粉丝宝宝？我回来我朋友这边住呀，酒店啊，你住紧，影到你啊，朋这友是屋企他的住，我房冇打间水印呀。喎，有朋友屋企啊。这个平台不允许我说广东话哟，那也好啊，让我练好一点国语吧。说多了他就会准确一点说的哦。酒店，我也不知道，扮喺因为朋友太屋多企人啊！攻击我了吧。太多人恶搞我了吧，所以平台也是无奈吧，要求我讲普通话吧，让他去鉴别嘛，那也是好事啊，吹晒水啊！呢条友真系吹水唔使本啊，完全系。讲嘢啦！你那些不法分子，你现在连黑粉都没资格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恶搞我，在陷害我，在加害我，在逼害我，你就是一个不法分子哦，是一个不典法型的分不法子分啊！子，你不要在这里乱说胡说八道哦，说我的儿子什么跟你的朋友的儿子是朋友哦，说我的儿子都不想认了我，你这样子什么都造孽好的出搞来，笑我喺觉度，得。这种太狡猾了，太搞啊！好本来我搞都不想啊！搭理你们的啊，这里太过分了啊，喂，我 keep 图啊，大佬，真的是真无的中是，生有的哦。
无中生有啊，话人哋。谢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嗱，俾你睇一睇先啦。嗱，整一整佢嗰个画面啊，河马嚟噶嘛？呢度见唔见到啊？只河马喺度啊，盈乐酒店啊，扮喺呢个朋友屋企啊，呢条友相当之厚面皮。尽量不要跟那些不法分子说话啊，尽量不要去理会他们啊。不法分子啊！不要理睬他们啊！唔好理睬啊！我讲我封律师信啊，大佬使咗钱。Hello? 他们那些不法分子是非常的狡猾的哦，好狡猾，不要搭理他，不要理他们，不管他什么事都会造谣的出来的哦，不法分子都会造孽的出来的。晚上好，我的粉丝宝宝，扮晒嘢，回娘家了。让你个头咩？啱啱喺头先深圳嗰间咩小鱼啊，食完之后就走咗上楼啦，走咗上酒店啦。下边就系小鱼啊嘛，影到你喎，河马。嗱，你自己望下啦。乖哦。仲有一张佢哋。嗱，呢度啊，见唔见到啊？河马嚟噶嘛？扮咩嘢啊你？啊？真的是。在大陆啊，系喺大陆，但唔系喺阳江噶嘛。啊，你真好笑啊你，啊，真的是笑谁啊现在？啊，要说不要说是杨江的，笑死你啊！我还要经过你批准吗？要你批准吗？讲嘢先得噶，成转木头咁，讲下大话都好啊！头先上一节咪讲咗去深圳扮阳光咯，使整大啲啊个画面。河马指数依家系2700点啊！阿 Locky 哥转头会开噶啦，应该佢啱啱食完饭呀。呢条友真系冲凉啊，洗嘢咗好似。那些不安好心的人哦，那都是坏分子的哦，都是搞事分子，不要理会他在那里胡说八道。咁點解頭先唔喺抖音嗰度開啊？我以為佢加監加咗咁多日添。他真是給我流量，我就讓他在這裡罵。他給流量我，給錢我花，是吧？我現在我也不拉黑他，我就讓他在我直播間來罵我啊。你看这个平台要扶持我了，你看多好，真的是多得你这个不法分子哦，在这里恶搞我哦，不法分子啊，从中带给我流量我成日都直播唔到我个律师信喎，咁样佢玩到11点噶啦，依家哦两粒钟，十一点嚟啦。啊，什么叫人财两失呢？啊，真的是。真的是，佢翻到大陆就系咁，真的是啊。我连起步都没还起步呢，我连真正动手去做事业都还没有去搞呢。Yeah. 什么叫做人财两空呢？人财两空啊！你说的过于太早了吧？成日扮喺朋友屋企啊！你我都唔知咩意思啊！爸爸送出的人气票啊，
谢谢所有粉丝宝宝。罗湖口岸店啊嘛，系啊，盈乐酒店啊。椰子鸡行过去分零钟啫嘛，唔好扮晒嘢啦你河马。等等啊，你食完椰子鸡之后就走过去，又喺度扮晒嘢，咁样唔得噶河马。诶，唔好意思，等翻嚟啊！讲嘢先得噶，成串佛咁样。是的，他是挺好的呀。我老公他人是挺好的呀。分几钟就行过去。你老公好吗？粉丝宝宝，分享一下你们的老公对你怎样？分享你哋嘅老公啊！真的是怕了封信，哦，唔好乱讲嘢啊，又暴露啊，一阵小心啲啊，唔好暴露啊，一阵又散你啊，系啊，大把钱日日住酒店。我叫我老公不要说粤语，但是被你们暴露啊，不法分子举报了啊，不法分子啊，又找一个借口来恶搞我了。你们平台不能够让人说粤语的吗？不能够讲粤语啊！对呢只河马非常之严格。所以我老公又不会讲普通话。你照讲律师信咁啊，唔使啦。恶搞我嘛？你们这些那些咁好混乱嘅会。你就不希望我红吗？慢啲先啦，劉建華先生，那一段話你們聽到了嗎？我就要你拍一輩子，我就要紅。你就係要紅啊！謝謝大家。佢喺大陸點樣開 YouTube 啊？好多比心哦。咁咪要翻牆咯。讚讚哦。一系漫游噶咯，咁佢开个直播就好重皮噶咯。爱你们哟！货金嘅朋友多谢晒你哋，转头一次我多谢。盈乐酒店啊，有人问佢啊，系啦，依个盈乐酒店。无良话你喺深圳做人太假。大头仔，唔理。高兴见到你啦。当见唔到啊？都见唔到啊！来支持我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，非常的感谢大家。你去咗旅行，所以冇货金冇所谓啊，货金呢啲嘢，啲人系咁样洗版啊，盈乐酒店，资金到手，感情归零啊，系啊，喂，冇人佢唔回应我呢啲嘢。有些网民啊，都说我头上是唔理喎，无视喎，都见唔到啊。面皮果然好厚啊，呢条口。但是我习惯了呢，我这个头发都扎了28年了，29年了，陪伴我了啊。我能那么容易改变吗？我就不想改了啊。系啊，佢你谂当无视喎，人哋话喺边间酒店，你又话唔系啊嘛。有很多粉丝宝宝。问我怎么说的，怎么自说自话这个发型啊，自己都噏埋啊，好嘢，有料到呢条。他还以为我自己有发型师跟我的，我说没有呀，这是我自己搞的呀。我说，包括我剪发，我也没有出去外面花钱，我就自己剪的哦，我自己搞得定的哦。哇，谢谢，送这个头饰那么漂亮给我吗？谢谢粉丝宝宝。粉丝宝宝，没有嫁去美国啦，没有哦，冇嫁去美国啊。20多年以后会吧，现在暂时都不会的哦。谢谢加粉丝团咯，谢谢加粉丝团哦。加粉丝团再加一下。不过喺大陆开直播就闷啲嘅，
系啊 ，YouTube 嗰度又唔同啊 ，YouTube 嗰度佢起码可以闹下人。哎呀，唔讲啦，依家不法分子。扮演什么白卡仔啊，在那里叫妈咪嫂嫂，这种话都能装，都能装得出来的哦。哦，真的是太狡猾了吧。系咁，真的是哦，真的是。那你就在这里给聊聊我咯，那我也跟你说谢谢咯。俾流量我，谢谢哦。只要我不生气，啊。就很好。咁你答下系咪喺盈乐酒店先啦？我不会生气，我也不会拉黑你啦。哦。咩影到啊河马喎？但系嗱，有人话唔系啊。给我钱赚，就这么简单。咁呢度影到啊河马嘛？见唔见到啊？谢谢啦。佢唔系点啊？咁快可以开到直播啫？咁你见到个椰子鸡就系小鱼椰子鸡就系喺行分零钟路程嘅啫嘛？咁啊之后上酒店咯已经，咁都话唔系。唔系啊嘛，真的是。今天是你生日啊，那祝你生日快乐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好难讲啊，佢喺度讲嘢，点样讲律师信啫？下一节先啦。家庭幸福哦。下滑啦，阿河马。唔系咯，如果唔系嘅话，又话人哋屈佢噶啦。佢又冇讲呢啲。摆明就系啦，当睇唔到咯。盈乐酒店，你喺深圳系嘛？一睇就知道罗湖口岸嘅酒店啊。诶，呢条友真的是好假。可伯系咪有房收租？租金够你过生活？佢间铺，诶，听日讲佢间铺啊，嚟啦，查咗拆啦，咁啊，知道实质嘅数字，同埋阿老何太啊，黄女士啊。咁啊，听日先讲啦，嗰啲我律师信都未讲啊，依家。我也很喜欢这种发型啊，我从小。佢当睇唔到咯。十多岁都扎啦，所以有些人说我要改，换一下发型。佢讲啫嘛，佢之前喺屯门，之前喺屯门嘅，佢早几个钟都晏昼仲喺屯门，边度咁废？尊情的。翻到去阳光啊，晒气啦。钟情的一样东西，我没那么容易改的。咪同佢讲下呢、這个。咦系喎，唔好叫佢播音乐啊，大佬，唔系我都准备咗，即刻 download 咗啦。头先。这个眼睛我都十八角。喂，你哋唔好咁样搞啦！你听咪听得仲辛苦，嗌佢播音乐嗰啲人，系咪傻嘅？其实今日唔放音乐，放弃抵抗。嗱，咁如果佢放音乐，我就放啦，冇问，都冇办法。辐射啊，防那个光，对保护眼睛很好的作用。这个眼镜。我都平时没怎么戴的，退了十多年都在那里放，偶尔可能戴一下两下，要没戴这样子。喂，搵啲嘢播下先啦。现在就是看屏幕看多了，一定要戴这样子哦。咁啊，下一节啦，律师信都冇办法，好难你佢又喺度讲嘢。我还有那个桃色那个帽子的啊，有一点黑色，有点粉红色那顶帽子的。你满口大话。十多年啦，那个时候，我好像我儿子都还没出生，都快二十年了。那顶帽子我一共都是戴了不超过十五次，就是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开播会戴一戴，那时候。我感觉那个帽子太好看了，感觉它戴的有一点隆重，出到外面普普通通的人感觉我要不戴不起那样子，我就喜欢买回家放这样子哦，所以呢真的没怎么戴那个帽子，我就拿来藏拿来放。是啊，他三个今朝的 YouTube 之后头先吃饭就在微信，之后现在就在抖音，什么平台都用匀了。谢谢送这个兔仔兔耳朵啊，兔仔头谢我吗？谢谢啊，谢谢。系咁货金俾我喎，因为二月雪雪啊，大头仔依家排紧第三啊。佢唔闹人，梗系闷啦。系一个大话精，阿水俾律师信你。
河马指数依家2724点，呢度啊嘛，河马指数啊，依家跳咗啊2750点。不是来到我朋友这里了。小红书有一场小红书好烦哦，我未装嗰个，凭咩有屋企住啫？影到相啦，仲赖啊！朋友屋企啊，成日都系话朋友屋企喎，去酒店。之前喺香港都系啦，第一日话系话喺朋友屋企，即系咪？到大陆到哪里都能住啊！谢谢哇，好漂亮哦，放烟花，太好看了。好多人货金俾佢喎，今日。谢谢。即不是貨啲心心平嘢咯，大頭仔唔好貨，淨係貨心心啦。喂，依個二月小雪係咁貨金喎，咩料啊？咦，怎麼有這一堆手來捏我的臉啊？哇，大頭仔跟住你喎，送花喎，送鮮花喎。好可愛嘛！依二月雪雪之前冇見過，大頭仔就每次都貨金噶啦。即第三呢個大頭仔。那些不法分子，他真的很。坏哦，老师来逼害我，来陷害我，迫害你啊！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害我，不法分子害我啊！他想害得我一无所有，你依家已经一无所有噶啦，冇人怕你红啊！发达，你说，你说，怎么有那么坏的人？刘德华先生说：“他怕我红，就让他怕一辈子，我就要红一辈子，你管我？”他说：“他管我。”他说：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他越怕我，就要我就要越要红。哦”啊！又讲刘德华做咩啫？咪啊，读都读你货金，咁佢依家可能冇睇咧。你留言咪话，哎呀，水收好多货金啊，咁样激下咯。呢、这个风八八六六嘅未见，冇乜点见喎之前。我小时候也会叠这个，我叠了好多好多诶，哇，那时候怎么那么有心思啊？一有空我就叠那个东西，还有那个幸运星哦，我还买了那些玻璃瓶来藏起来咧。藏起来呀、啊！我那个时候限制自己每一天就要叠纸粒放进去，这样子哦，好像那些人储钱一样。加抖音，那些人是加抖音嗰个系咪？系咪嗰个服务员啊？你话今日晏昼啊嘛，系嘛？那个时候。咁啊，多谢各位货金嘅支持啊！转头一次过多谢。千纸鹤。千纸鹤啊！每一天我就要求自己叠纸支千纸鹤跟叠纸粒。那个幸运我九点直播，佢又九点直播，呢条友睇住我嚟食噶喎佢。无良僵尸啊嗱，九点直播啦，我啊跟住你九点直播，好唔想我讲封律师信佢。咁啊十一点零啦，佢应该冇，除非佢你话佢直播五六个钟咁样啫，否则嘅话都系今日讲埋啊，听日又有嘢讲，讲佢嗰个茶册啊。佢大陆个唔系香港嗰间铺啊，阿冚伯。咁你唔好话屈啦，有晒，有晒呢个证据啊！我就没有那么幸福，我家里啊是穷家子弟来的，我爸爸人太好了，他就不忍心赚人家的钱的，是这样子。哎，又讲啲废话。他做医生那份工作唔够啊嘛，要做厨师啊嘛。份工不是打工。要做多两份工作才维持得到那份医生的开支咯，这样子哦。他老是帮人，既然人家叫穷又不收人家的钱哦，然后呢，他能收的呢又只是收一点本钱，根本又他说他舍不得赚人家的钱呢，舍不得那不好心，唉，真的是，嗱佢一翻大陆就会真的是啦，系咁。有的人家里做医生的、开诊所的，都发达的很厉害。就是我老爸最穷一个医生，哎呀，他
他真的好可爱。哎，你真的好可爱啊，我又咪又要咁讲啊。他就是太好了，太日日大鱼大肉嘅呢条友。太贤弟太善良了。有的人啊，四百几蚊都唔平啊。就是我们乡下那个大队啊。红茶馆那些人，红茶馆都系四百几啫嘛，琴日在外面啊生病啦，在那些大医院医了很多很多钱，都快医得穷光蛋了，没办法都治不好。回来找我爸爸啊，给他看一段时间，什么都好了，而且花了那么一点点的钱，所以都感觉到很值。所以那时候遇到。中秋节了还是春节了，都会有一些中秋节了，感谢我爸爸帮他治什么没声啊，送一点那个过年的礼物给我们的、现支了，那些叫工资吧、就是会拿那些 送来给我爸爸，去到最大的了，那时候我们只有这些吃了，就是会有一点这些吃，会送一个大工资啊这些哦，当就是感谢我爸爸这样，谢谢、他成日都系咁噶啦。有货金支持我，多谢你。河马嗰啲追唔上。那时候，依家河马指数系2261点啊。工作，一份就是写那个挥春啊，写对联。写挥春啊。写大字的啊。王羲之啊。我爸爸那个字很亮的啊。在世华佗。龙飞凤舞的。龙飞凤舞啊。真的很亮。哎，我再也看不到有人写字像我爸爸那么漂亮的字。王羲之啊，他还要做骑师哦，一有空，就依度啊，河马指数，给人家做好事啊，是做白事，他都去做，参加做那个骑师，人家会包。听讲啊，你阿妈就这样子来玩骑字，好好食喎。连锁的事业，见他真的是。唱的也挺苦的，真的是他不舍得赚人家的钱的，怎么那么好天呢、你爸爸还在的话、如果没瓜老衬都被你激到瓜老衬真的是对了，房署叫你加坎伯的名字，为什么不加个名字，收回间公屋的了这样真的是喂，还有他大陆依间酒店我 check 过四百几蚊嘅，都要人仔喎，仲要。我都没有我爸爸那个贤弟咁大间啲嘅，真的系咪惊啊？太好了，我常言之，我就是这么好了，我边度讲到咁多嘢？讲个律师信之后讲铺啦，都还比不上我爸爸那样好，他真的很那个，很为人，就是什么都想着让人家过得好。真的是，我的贤弟也是像他一样的，但是我的还没有像他那么好。两节想讲律师信都讲唔到啦，已经。这是社会这个心胸更广阔。喂。一点啊，去接纳更多的人跟更多的事情哦。有机会啦，佢。让自己变得更强。佢前夫就系爸爸嚟噶，可能。真的是不知道他我覺得他在家裡叫做酒店會被人家打垮一樣，我真的有時候也會有脆弱的時候，也會有生氣的時候、但是不斷送東西給他，今天有些人可能久沒見了，好嗎，很像我爸爸的，但是我沒他那麼強、先生還沒有他那麼大，那麼是就是学习点样啊，同老豆一样年纪的老男人相处嘛。我也还要继续的进修，我也要继续的修行。在香港的直播好恐怖啊！闹啊，坎伯好像泼妇一样啊！跟我老师在学习，要不断的增长，充实自己啊、河马的直播就是这样。尤其是在大陸，你 YouTube 都仲有得搏下，好悶哦，真的是。
谢谢大家啊，谢谢。谢谢大家哦。讲下嘢先啦，大佬。嗱，冇乜咩新资讯啦，暂时。我就是太年少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爸爸嘛，我爸爸走得早嘛，我那时候16岁他就离开我了，所以我很缺那个父爱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我对我老公，是有两种爱的。两种爱啊？但佢咁样影住个窗帘又好难睇到啊，人声嗰啲图嚟。是啊，我感觉到我出社会这么多年，我都还没有遇到一个男士像我爸爸那样子好的人。你老公仔咧咁样？真的是很少，如果有的话，我都会让他做我爸爸吧，我就是这样想。但是我没发现。有一个谁像我爸爸那么好？哎呀，都噏废话，噏两粒钟废话啊，最少。恋父情意结啊，喂。所以我感觉我老公哦，之前他真的像我爸爸那样好的哦，我感觉真的有子长相哦，所以我也很爱护他一样，这样子，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。你缺父爱，点解要揾个爷爷啊？何太其实冇错，只系好现实。你爱他个无线啊，无线电视，假货金又嚟啦！咁样直播嘅质素，自己玩完啦。我现在在内地啊，现在没。今晚没有在香港耶。三个呢个唔同嘅直播嘅平台佢都用匀啦。今朝就系 YouTube， 跟住就走咗去头先啱啱食饭，喂，瞌眼瞓啊？系咪鼻鼾声嚟啊？喊白嗰啲，喂，瞓着咗咯，喊白。听唔听到啊？你哋喊白。瞓著咗覺咯，好攰喎，打鼻寒了啊！見唔見到啊？睡著了，嗱啲人係咁樣，係咪啊？邊個瞓覺打曬鼻寒？沒有啊，和尚沒有房子啊，他那些房子是他女兒的啊。他亡妻那时候送给他女儿的啦。听日踢爆你啊！是我老公那时候送的，他就是他亡妻就有那个心愿，这样子就想就是后来那我老公就。给他那个小女儿了吗？人话佢 IP 喺香港喎，咁佢真系喺大陆嘅。漫游啊，开咗。可伯之前住喺边度？喂，喂，好劲啊！啲鼻鼾声，攰到扯晒鼻鼾啦，冚伯。谁是晋三晋太？我没印象哦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说谁？阿伯咯，400几蚊嘅呢间酒店，同佢琴日喺香港呢间酒店差唔多啊，我嘈住你老公仔噶咁样。今晚瞓得好舒服啊！话坦白，
你当年系咪喺肯伯屋企床下底知道晒一切？唔系啦，菲玛着几廿年前都知噶嘛，佢都未出世嗰阵时随时，即系如果佢话佢四廿几岁，周山周太叫你讲清楚啊！唉，真的是。不用担心啊，谢谢关心啊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不管再苦再难也会过去的哦，也会撑得过去。撑得过去，真的是。睇下河马指数依家系2727点，啱啱跌咗2719点啊！河马有2000几人睇啊，咁咁耐冇见过河马。我老公累了，他睡觉了。听得出，听得到啊？咪唔使。天天跟着我们两夫妻跑来跑去，到处跑，不停的奔跑，所以。怪不得他那么累，而且他你自己带佢周围行噶嘛，游街咁样，游街示众，大佬系咪先？香港九龙新界，日日又要揾酒店。让他睡吧，元真老乡，晚上好，大家好。谢谢粉丝宝宝送出的人气票，谢谢安琪送出的星星，还有所有粉丝送出的所有的礼物哦，谢谢，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粉丝宝宝。廢路，其實都係咁喺度咳咯。今日賣橙啊！每一個人啊，一生嫁給誰啊，都是注定的，有注定，都是會分先後的，你知道嗎？啊，美國老公呢？沒有無緣無故的，什麼的，都是注定的，跟你說。酒店啊，我標題咪寫到明咯，喺酒店啊。食完呢个椰子鸡，系咪行上去咯？没有问题。我不是客啊，就是有一个痰在这里。你日日都有痰喎，痰上颈喎，对住边个啊？美国，没有客啊，美国佬起痰啊。这个喉咙也不是，也没有痛，也没有喊，就是有一个痰啊，有一粘在我的喉咙那里。你系咁咳噶？咳不出来，咽又咽不下去，这样子。哦，这一点很麻烦，感觉很烦。谢谢粉丝送出的花花。河马确诊，应该有三日三夜噶咯。我有咩咁好笑？确诊三日三夜昏迷。一陣又有的人一生嫁紫气也是命中注定的哦，真的。人话系咪莲塘街德成商业酒店？其实早已经是注定。哇！代刷红包喎、啊，有人。一个人要吃多少？点啊？揿入去有一摞啊！一个人要冇啊？吃多少天？验证可以抢红包喎、啊！四分几钟啊？快啲抢红包啊！嗱，睇紧啊，河马嗰度仲有四分几钟啊！快啲去抢红包啊！百几蚊喎，人派整咗封丁蟹人格系嘛？佢是福是祸挡不过，系咪？是福是祸挡不过。点解你翻到屋企都仲要系咁喺度两头望咧？好惊咩？命咩中注定啫？
呢啲嘢咁都叫命中注定。你冇咗鼻鼾声，我肯白，快啲抢啦红包啊！如果你喺有登入嘅朋友，就四分，喂人拍门，因为白色花花。谁敲我们的门？不要开门！不开门！不开门！哎呀，我看看，还有白带劲。哎，你你你，谁呀？谁呀？啲人啊，可能做嗰啲嘢。公安拍门啊！哎，谁呀？谁呢？你们打电话，那个叶秀林，他是叫叶秀林不？这老乡是不是叫叶秀林？送什么？刚才有个人说给你送文件。我没有，没有的，不是。是不是律师信啊？送什么文件？不认识。喂。送水啊！系咪送我封律师信啊？但系都唔会喺呢度啦，打电话俾佢，佢点解会大陆都有文件喎、啊？你好多仇家喎、啊，唔会律师信。是，而且敲错门啦。敲错门，人哋讲得出你个名字、啊。不是玩的，是我自己画的，自己画的没有。真是，真的是。是的，有2800多人看，现在2940人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人格有志，是的，对呀、啊。快抢红包啊！仲有最后十秒。啊，收文件顺丰敲门啊！半夜三更，又会咁快知道嘅？有料啊！呢个知道系边个？边个敲门？又喺朋友屋企讲大话啲嘢，四穷啊！平生不作亏心事，半夜敲门也不惊啊！是不是啊周老师找你啊全都不法分子啊。不法分子现在买黑粉了。不法分子啊现在不买黑粉了叫不法分子我升个级啊。他天天在恶搞我在逼害我他不是不法分子是什么
好正啊！我伯又咁样俾你嘈醒啊！啲流量系嚟举报你啊！PK 一下，怎么个 PK 法？我都没有玩过那些，不要 PK 了吧？全国支持啊！聊聊天，聊聊天 ，PK 先有钱赚噶嘛？睇边个货金货多啲。我想夹翻远，我系咪把声会唔会太大？我夹翻远少少啊个麦。暴露啊！大陸人暴露啊！謝謝，謝謝粉絲送出的棒棒糖。謝謝啊，謝謝。滑落啊，好吗？我老公不知道多疼爱我呢，要说我的老公是好玩我的，你真的是有没有搞错？胡说八道就到你了，就是你了。喂，但有人又話依、這個咩蓮塘佳德城商務酒店啊，有人依家又話，因為都有啲似喎，佢見到嗰個臉，咁啊唔知係邊間啊，總之都係嗰頭啊，嗰頭近啊，阿河馬。他要醒啦。嗱，總之喺下邊影到佢啦，就唔知係咪一定係嘅，可能經過都可以嘅。需要幾分鐘？喂。他沒睡得著。瞓咗幾分鐘啊！嗱，依個係另外一間酒店啊，試下又同佢講另外一間酒店，睇下佢又會點啊！河馬又做咩喺度擺手啊？抽筋啊隻手！有人話係另外一間喎、啊。總之有經過依個瑩樂酒店啦，可能嗰間都貴啲啊，新啲噶嘛依間。是嗎？你之前那麼好嗎？你幫他算過嗎？有人又話似依間喎。是吧？哦，十分鐘都有啦，那就十分鐘咯，是吧？依間就係蓮塘佳德城啊，商務酒店啊。我就是說那個大概，可能就是幾分鐘的事吧。這有什麼跟你好？但嗰個人咁勁嘅，點解佢走咗去拍門呢？真的是好厲害哦！河馬指數依家3067點啊！謝謝大家送出的星星哦！眉毛點解少咁一半啊？話佢誒扮温柔喺度抌波中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他一在抖音直播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光明磊落的一个人，光明磊落啊，你真的是，就是在这里，是不是德城商务酒店？是啊，问他看他回答什么，现在，刚才那个没什么，见不到他。哦，妖缘。有两个说法啊，但是就在，喂，在楼下拍到他嘛。喂，什么料啊？中啊，迷惑的惑啊！等下攞啲嘢先。水果。妖妖啊！你是妖啊！你那些不法分子要在这里捏造一桩是我们大陆人哦，真的是，你太狡猾了吧！我大陆人不知道多欢迎我，对我多好呢，你没看到吗？刚才我在外面吃饭，都有粉丝要求跟我合影呢。那女孩子多漂亮啊，你们知道吗？
刚才我吃饭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平台开播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他在那里跟我说合影。今晚那个餐厅那个老板送了一只那个鸟子，我给我就吃不完。吃不完，去厕所啊，很饱。那么一大只拿回来了，我跟我老公就一人吃一个鸡腿，就已经饱了。鸡髀啊！现不打包回来要浪费哦。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还吃不饱饭，所以我都不舍得浪费粮食。他说他现在在阳光嘛，河马。如果看背景，就是这个德城商务酒店又像一点。那些不法分子，不管我去哪里，在香港有那个餐厅的经理啊，还是店长啊，都好啊，会送一点点心啊给我们吃，会有味一点那个。他就是搞人家哦，他就因为人家这样子哦，有味我们，他就又是恶搞人家哦，这样子哦，你说这种情况啊，真的是搞人家，很严重的哦。我希望有关部门，香港那边有关部门要管理一下他们那些不法分子啊。讲下十九岁初恋啊，爱恋没经验。我去住酒店，因为我老公不能在我那个房子内住了嘛，那是丈夫的房子，我租丈夫的房子，他就有规定，不给我老公住，那我就。执行咯，不在那里住，那我就这几天都在，外边住房咯，租房来住咯。然后呢，他又是骚扰人家。我喺鸿运酒店喎、哦，有人话我知道。电话是骚扰人家哦，还说知道佢喺号房边喎，有人叫警察去干扰人家什么事的哦。有人知道你住几多号房喎、啊？河马，你惊唔惊？真的很离谱。总之呢，我们在哪一个酒店租过房，他就去搞人家。然后呢，第二天人家那些老板都不敢做我们生意。喂，头先讲嗰单都错啊，应该有人打电话确认咗啊，系边间酒店？情况哦，非常严峻的哦。就是那些不法分子搞恶搞我们的。我在鸿运酒店喎、他这样做真的是整个香港社会都是会一塌糊涂的哦，都是会被他搞得一塌糊涂的、哦、一塌糊涂啊又。我希望那些领导、那些官员啊、那些有关部门啊，要多管管他们哦。这些行为真的很恶劣。好恶劣啊！嗱，总之头先就喺。在嗰间盈乐酒店经过，中国内地应该有人打电话去确认咗啊，头先送货。情况哦，哪里还有恶霸？恶霸行的呢哦。恶霸横行啊！多少都被执主食打掉了啊、哦！打掉。香港还有那些不法分子啊、搞事分子。那是欧巴啊！欧巴，欧巴的，我就知道咩。绝对不允许这样的欧巴出现这种人哦。欧巴，还有种出现这样的现象哦。咪依间先啊嘛，应该人打电话去确认咗啊，头先拍门咗。那个不法分子啊，严重就是扰乱糟蹋这个社会。
毁坏这些社会，他们那些不法分子。嗱，头先你听到拍门收文件，又黑粉打咗去啊！头先这样的事情，那个香港还说是国治刀会，还原始这样的人存在，我也不知道香港的特首是怎么闹特首啊你？特首你都闹？他应该是。处理关注一下这些事件，咪有人发红包啊？有分化两岸，等你等住人哋拉你啦。嗱，依间先啱啊，应该有人打咗电话去啊。报了几次了，报警就系啱嘅咩？一定那些不法分子在香港那些行咩啊？咩中团啊？谢谢大家送出的礼物啊！谢谢我的粉丝宝宝，谢谢粉丝宝宝。大鹏展翅。盘运酒店啊，依家喺，应该你见到个窗帘都似嘅。嗱，同埋头先有人打电话去确认咗嘛，点解会知道拍门？嗱，唔知佢哋会玩咩啊？咪又入我数啊一阵，咪我讲系发生啲咩事咋，好嘛？我今天都开了三次播，在香港又在另外一个频道。开在香港那边的频道，开早上开了50分钟的播，然后就刚才就吃饭的时候又开了一个半小时，现在要开，所以都挺累的啊，要坐车啊。周之鲁顿啊，周居鲁顿啊，谢谢啊，依间平啲啊嘛，喂我喝水水嘛，谢谢啊，惊唔惊？知道你住边咯？惊唔惊啊？河马，你想？那是发自你自己的心意的哦，你想给你老公煲什么汤，200多元的一间，是吧？打电话去送，话送文件都几绝。罗湖口岸啊嘛，呢度有写住，就依间啊。剛才打電話去確認了嘛，不關我事的，河馬，不要忍忍入我數啊。那些不法分子整天在那裡謠言惑眾，我那個時候早早的時候都10000多在直播間陪我的，後來被他們惡搞我，天天就是封我的號，然後就这样子，现在算少的了，以前还更多的。你觉得他会不会顺利完成这个落播呢？可以，盘运商务他又会着不着？最多的时候一场直播都有10多万人看过的。现在河马指数是3243点啊。而家个风8886，系咁火金喎、哦。另外一个冇咗嘅，依家。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啊、哦，谢谢关心，你也要保重好身体哦，大家都要保重好身体哦。保重好身体哦。粉丝宝宝。粉丝宝宝，佢唔出声应该可以顺利落榜，唔出声咪压中咯。
咁我知佢住几多楼啊，冇理由爆佢几多楼啊。谢谢。佢经过就嗰度迎落。赞赞哦！哇，这么多粉丝宝宝送那个汽水给我吗？那是汽水啊，饮品吗？谢谢。喂，同佢屋企嗰个位置差唔多啊，嗰个楼层。我老公肯定小过我爸爸咯。系啊，直播点解个样咁惊啊？敲门，系咯，又话喺朋友屋企。谢谢。点解咁惊啫？行得正，企得正噶嘛，一眼间七。唔好开门。谢谢熊熊的花花，谢谢粉丝宝宝。回光返照啊，好吗？依家有人话窗帘顶唔似，但头先打个电话过去噶嘛，叫佢收文件噶嘛，话收文件噶，诶住高层啊，算系。睇今晚會唔會再有人送貨俾佢啊？俾人鬧到咁樣都仲笑得出啊嘛，河馬邊個？喂，送有人訂啲外，有會唔會有啲人訂外賣叫佢？唔係嗰啲外賣啊，撳鐘仔嗰啲啊？咩？佢話彭雲商務酒店好污糟喎，冇反應喎佢。啲人係咁喺度，河馬今晚住彭雲商務酒店，唔出聲就得噶。頭先佢幾驚嘅個樣，唔好開門。心理素質，咁多人鬧你，你都好平靜，面皮真係好厚，佢咪心理素質有些些估到啊！好漂亮的煙花，好漂亮的煙花。讲唔讲嘢，不如落钟啊！仲播乜鬼啊？话佢脾气几好，佢唔可以发脾气啊嘛，只能够黑埋口面。依家唔系。我老公他现在在坐着，没有干什么。刚才他在洗手间，可能洗东西吧。